你是我们的来宾、哦、对，你是来宾。Hello 大家，今天是布丁才尾牙。好好笑哦，大家晚安。尾牙会播什么音乐？很嗨的音乐。Hello， 尾牙要播什么？新年到，新年歌。恭喜呀、啊、恭喜，发呀发大财！啊，鞭炮有啊，有抽奖。好大声！好，我等下播。嗨大家，嗨！谢谢菜满，谢谢小浪花。噔噔噔噔！每天都很可爱。我们这是最大奖，我觉得这次人就是没有，我觉得奖其实没有很差别很多，就是感觉都差不多。谢谢刘建谷的御衣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想想，因为我想我真的不知道要听什么歌，所以就好播个新年的歌，比较有气氛。Hello， 现在是等诸位贵宾入席时间，现在是尾牙开始前的入席时间。对，我们要来当主持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。不，现在不是大卖场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我叫做郑布丁。我们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，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位，很重量级来宾。哦、oh, ，对，你有一个代号叫做道具组四号。好，我叫四号。对，你是道具组四号。我们今天请到了重量级来宾来担任我们的嘉宾以及主持人这样子。那他是道具组四号，有点大声，有多重？有点重，蛮重的。物理重量就是有点重。不会，物理重量不重了。报上你的体重。恭喜细胞丹丹。对，是我们的堂姐，谢谢小姐，堂姐小姐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来欢迎我们的重量级来宾，耶、yeah! ！嗨，大家好。对，嗯，对，你可以跟大家，我会负责出声音，我会负责，对，那你要说很高兴来到今天的，很高兴来到今天的，对，很高兴来到今天我们布丁主办的尾牙，哦，对，那祝大家都可以抽到好的奖品，好好笑哦。哦，很会讲话，你蛮适合当主持人，有没有？謝謝，有没有考虑要往这个发展，主持人发展？如果我以后要去卖保险，大家会跟我卖保险。很适合当主持人，有人夸奖你。谢谢。可以朝这个方面发展哦。大家今天的那个什么？道具组四号有可爱自荐吗？没有准备。他没有准备。
你可以介绍说，我下次准备好会再来一次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没有要再约你来了，没有要再找我来了，没有这样子的呢。缺优质伴侣吗？不缺，我就是优质伴侣。我就是你的优质伴侣，我帮你拒绝。好好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然后很像吗？还好吧，还好，没有很像。嗯，什么？对，还好。你有在看哦？没有啊。我想说，你是什么？我刚刚讲的什么？你刚回答什么？没有很像，没有很像。你说什么声音还是长相？我也不知道什么啦，你在讲什么啦？我没有看到。我刚有人说我们声音很像，哦，真的，哦。然后我就说有很像嘛，然后你说没有很像啊。我说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还在回答？被抓包。好。哦。但他的声音比我低一点，我的声音比较高一点。没有考虑，没有，目前没有考虑这样子。好啊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是请到这位重量级的嘉宾，然后他会负责担任我们的主持助理。啊，大家都吃什么啊？今天是尾牙，虽然是尾牙，但是伙食的部分是由大家自己准备这样子。那请问大家准备好你们的伙食了吗？我们来访问一下各位观众。各位观众，今天的晚餐是什么？今天的尾牙是什么？不是，他哥根本就不知道我在问什么，然后他就乱回答，傻眼呢。还有阿米，吃饱了，哈，那么早，尾牙就是要配餐，咸酥鸡、炸鸡排，害我很想吃。哎，孔雀饼干，你晚餐是孔雀饼干吗？哎，不是吧？应该要边吃晚餐边配尾牙，泡面一碗，听起来有点可怜，可是泡面还是很好吃。挂包，哎，我今天午餐也吃挂包，哎，哦，我昨天吃麦当劳，麻辣鸭血在王子面，哎，我喜欢，我很喜欢王子面，喝西北风，吃土吧，麻辣花生，啊。想打喷嚏。好。哎，我以为大家会准备什么很高级的料理，例如说什么顶级12盎司牛排，或是什么天使红虾。真的假的？是怎样？过年还没到就在吃挂包？哎，是过年吃挂包不是吗？是过年吃挂包。是尾牙吃挂包。哦，是哦。我也要吃挂包跟润饼卷。你好博学多闻哦，这位主持助理。我好传统。顶级12盎司布丁，我不要吃布丁狗，不是老人茶。我以为大家会吃什么高级料理，什么好，我突然想不到有什么高级料理。布丁大于等级，笑死，等级顶级。我不是冠老板，谁跟你冠老板？我不是你老板啊！你们要自己准备你们的伙食，你们自己准备的伙食等于是你们这一年慰劳自己。四号年纪比布丁大很多吗？蛮多的啊，6岁，你是老人。我是12.5，什么12.5？好啊，水果也很棒。冠老板抽什么的？哦，对啊，你上次没来啊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晚安命，傻眼，我这不是你们老板，我不是你们的老板，我是你们的员工，不是、啊？没有，没有的事。
对啊，这次可能因为疫情，很多都很多尾牙都取消了。没关系，你们公司的尾牙取消，可以来我这里尾牙，还可以自己选择伙食。哦，我是厂商啦，我是大家的厂商，我是大家的尾牙主持人，布丁台尾牙主持，尾牙主持人。接财神，哎，可是哦，没有哦，那个什么，阿潘大学毕业了，四号还没毕业，哎，你还没毕业哦，还没啊，哦，真的，那你很年轻耶，谢谢，我不是黑心厂商，我是红心厂商。那你很年轻耶，真的吗？啊，你要你哎、欸，你今年要毕业哦、喔。对，我今年要毕业啊。哦哦，那毕业就不年轻了吗？对啊。那我再继续读。傻眼。帮他跟你打招呼。我们今天要抽什么？你有什么可以提供的？我吗？你可以提供你的那个什么？你可以提供你的声音。什么？谁延毕？你要你会延毕吗？不会，你会顺利毕业。目前会。目前是顺利毕业的状态。什么爆料？我什么？你的爱笑死！我每次都会讲一讲，然后突然忘记我刚刚到底在讲什么东西。我就是不太专业的主持人，这样子。就是，哦、我们今天的奖项呢，首先是为你画一幅画，为你画一幅画，为你。写一句话，为你唱一首歌，为你犯傻，什么银杏偶像？不是，当然是你们。如果有什么奖品，可以自己准备啊。为你写诗，可是我现在不是很想写诗，太难了吧。为你写诗有点困难，要 iPhone 请自己准备。你可以就是自己买一台 iPhone， 然后你买了之后你就准备一个抽奖箱，然后你就放里面很多钱，然后自己有一个，假设你是五号，你们就放一到十，然后如果你没有抽到的话，那只 iPhone 你就再把它卖掉。如果你抽中了，你就可以把它送给自己，是不是很棒的一个想法？晚安，准准，还没啊，还没开始，晚一点再开始吧。还是你们现在就想要抽？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抽几个，就是我不知道确切的数量，就是看看大家啊，谁送的红包？谢谢准准。谢谢准准上的红包，哎、欸，我抢到了，不太有吸引力。那你要什么礼物？你觉得什么礼物比较吸引力？早点换，早点傻眼，不要啊！我就是抽奖，不是都在拖到最后一刻吗？哎、欸，要谢谢准准的红包，谢谢红包，哎、欸，我蛮会抢的，我，谢谢红包。天天来发红包，哎、欸，笑死！哎、欸，我抢到最多、欸，哎，36，哦，好开心哦！谢谢红包，谢谢红包，感恩感恩一波。对。
干嘛？你们就是要发红包，你们的礼物就是发红包。我可以发红包，我可以耶，但我没钱啊。说不定我今天抢一抢，我就抢到钱可以发红包。我忘记厨子没钱，那个没有啊。谢谢笨的红包，我没有那个哎。下妆是什么意思？谢谢游戏 Hero 的浴衣，我没有学，就是。我不会，我没有像别人那种学舞学几年这种，就是没有特别去学过。谢谢雷库瓦的雨衣，谢谢幻影战士的比心哦，谢谢艾拉的红包，抢爆！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抢一抢就可以发一包了。我看我现在有350个钻石，哦，还有150哎，不是天才舞者啦，谢谢笨的比心，谢谢咪讲的我还签到。应该说就是，我觉得最主要的地方是，最主要练习的地方应该是高一的时候，在社团练习的最多。谢谢各位主委。天天你还是可以办尾牙的，不要因为我办了你就不办了这样子。不要这样子，我觉得这就是最多的应该就是高一的时候在社团。嗨咪手穷。哎，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办一样的尾牙，就是你就办尾牙，然后大家的食物就自己准备，然后抽奖自己准备，就全部都自备，你负责当主持人就好了。谢谢天天，谢谢天天。嗨，小雨，四号还在啊？但他不讲话，你要讲话。好，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出现。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尴尬，我以为你已经习惯尴尬了。被你发现了，谁是谁支持你？谢谢准准的掌声鼓励。我们还没吃晚餐哦。我们今天吃了个，刚刚吃了一个豆花，所以现在还不饿，就没有要吃晚餐。不要让我尴尬，我们要假装我们在办尾牙。哦，啊，尾牙通常来干嘛？吃饭。哦，对啊，就是吃饭。你有参加过尾牙吗？还没耶。哦，真的？哦，好可怜哦。哦，对啊。那你要带我去吗？不要啊。我们固定老板要带我去吗？没有。模仿秀什么模仿秀？上菜哦。请自己准备菜哦。我们主持人今天的伙食是泰式打抛猪。我有参加过，当然有啊，我们公司的尾牙。哦，对，有人会表演，我可以表演啊。大家想要哦对，就是我们今天讲是还有为你唱歌。好，我们就下来抽为你唱歌，好，就是抽到你就可以点一首歌啊，我不会唱就尴尬了。对，尾牙有歌手来表演，我觉得这是今天的表演者。对，我今天吃泰式，先跟大家干一杯这样子，干杯。还没啊，魔术在后面，当然不能一开始都变魔术啊，不然你等下就走掉了。表演抽奖，有请郑嘉瑜小姐高歌一曲。对啊，今天有超当红偶像，当红偶像莅临现场哎，谢谢 Miso 的 Love。 你在干嘛？我在等抽奖。
你要抽什么？我要抽什么？像我想要抽帮我为我画画吗？是为我画画？你想要我帮你画画？对啊。哦。对对，当红女子天团。谢谢超哥的小浪花。但我觉得就是奖项都差不多，没有到特别大奖，就是感觉等级都差不多 ，level 差不多。我真的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级别的差距，都差不多。AKB48 Team TP 的郑嘉宇小姐没有这个奖项哟。谁？竹尾加嘛 ？Miso 竹尾加嘛？谢谢茄子的幸运草。那我们可以来那个哦，真的假的？单纯吃饭。那我们今天就单纯吃饭好了，然后我们就吃，然后吃，然后吃，就结束了。抽到我，我就，谢谢玉超的四叶草，祝你抽到大奖，你就捐出来，傻眼。电风扇很好的吧？我跟大家分享，我去年尾牙抽到2000块，然后是星光三月的礼券，对。然后前年没有抽到，前年没有抽奖，我忘记了，前年应该没有抽奖吧？我记得是没有，有吗？前年就是有表演，但是去年就是只有抽奖。我们前年有在台上表演，然后去年就抽奖，还好吧，2000块钱呢。什么不要没钱？礼券很好啊，我好像还没花掉忘记了。大家都有参加尾牙吗？93折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家都喜欢真实的 money， 那你就自己抓。恭喜！我是流鼻水，你有卫生纸吗？我知道。谢谢。发大财呀，发大财，发大财呀，发大财。也不错啊，有红包拿。餐费最近大家可能都比较少参加到尾牙，真的是鼻子不给力耶。嗨，草莓酱，你为什么突然搭飞机？什么意思？每年听发，总有一天会发大财的，要保持这个信仰。Hello， 威鲁，我以为你会给我一包，我要一包，没有啦，不用啦。我擤个鼻涕。打吧，小心，旅途愉快。抽啊抽，大家，那我们现在抽为你唱歌。我们今天就随性一点，我们就不要太制式的说奖项一定要什么，然后几个那样。我们今天就是视情况加嘛，随意抽这样子，保持一个随性的 feel。然后我现在开一个，为你唱歌。我们现在抽个3个好了，抽几分钟？先5分钟。然后什么礼物？枫叶。好，开喽！谢
谢阿咪的红包。我为什么我宕机了？我宕机了，我的宕机了，我的红包宕机了，气死我了！我们要抢到阿咪的红包，他宕机了。谢谢大家的枫叶。我们今天有魔术表演哦，我们今天有准备魔术表演，请大家务必待到最后，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。什么最后？还有四分钟抽奖，抽为你唱歌。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，也可以提出来。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流鼻水。等一下哦。恭喜发财！红包拿来！你什么时候打算发红包给我？我？对啊。等你赚了钱，等我赚了钱，发红包给我。那你应该先发给我。为什么我没有钱？来哦来哦，你相信自己一个，我喜欢你这个骨气。你要相信自己。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，为你带来好运的兔，什么兔？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只是，我可以，我现在很好。请示号表，是我刚刚就说你要表演，他就说他没有才艺。我真的没有才艺耶。你现在数来宝。后十牛肉红包加厚黑胡椒，我会，你知道我今天还在跟我同学唱这个，我会跳那个吗？大麦克舞吗？不会，你会？我也不会，现在学哦。我大家可以来为大家表演数来宝，我会数来宝，我会数来宝，还会变魔术，还会唱歌跳舞，样样会，样样精通。乒乒乓乓，乒乒乓乓。我们还有两分钟开奖。这个会数来宝、哦，还会 rap 哦。Yo， 那你会 rap 吗？不会。你会什么？我都不会。好废哦！你要有一技之长啊。哦。那可以提供我一个吗？你帮我想一下好了。数来宝。还是我们来讲个相声。嗯，那我们来讲个笑话好了。哦，对，你会讲笑话。那你准备个笑话，我们等一下就把时间留给你讲笑话。谢谢。绕口令，我绕口令很烂，你会绕口令吗？不会耶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感谢大家的枫叶，我们在一分钟开奖，在一分钟，我的鼻子，加油啊，我的鼻子。Sorry 大家，我今天鼻子有点。四号觉得压力山大，你会不会有压力山大？有，我已经想离开了。不要，你明明就在旁边那个轻轻松松惬意。不是，他不是被我欺负，都把他欺负我。他都欺负我。我哪里欺负你了？你就像现在。还有15秒。还有10秒，要开奖了！今天的第一奖，第一奖。对啊，在摇滚，你在摇滚去看我表演。
哇哇哇！好，我们已经抽出来了，总共有三位。第一位得奖的是，好了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准准，恭喜准准。第二位得奖的是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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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得奖的是阿米，耶！恭喜三位，恭喜三位得奖，恭喜恭喜！好了，你们可以让我为你唱歌，请点歌。恭喜恭喜，今天第一个奖项就中的人。未来的新的一年一定会有好运，好运旺旺来。虽然今年是牛年，但是好运磨磨来，好运磨磨来。准准准准点歌 ，Hello 笑笑，点歌吧，想听什么歌就唱给你听。好运，好运磨磨来，新型病毒喊口白，笑死！好，我们照顺序来，艾拉已经点好了。好运没没来，不是是磨，还有阿米，准准跟阿米，快点，时间不等人，欧弟图的好收到。好的，准准先生，我们再给你。几分钟，几秒钟，我们等待你，等待你的答复。好，对，好运默默来，默默的就来了。我们再给你，再给你30秒的时间，还是你要先让艾拉先。怎么要下了？为什么要点分手快乐？他分手了，不是？喝口水，小情歌哦，好。你会唱小情歌吗？苏打绿的吗？应该是吧，不是只有这首吗？好像是。我把它跟小幸运混在一起了。我不会唱前面，你会吗？当然不会，好像不会。你跟我一样是副歌女王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即将，等一下，当然是还没出生。等一下，十年前哦，应该有啦。十年前啊，我16岁了。Hello， 超主讲，哦，我的鼻子。你去拿一包。嗯。太感动了，大家。好，接着就是我们准准先生点的小情歌。怎么唱啊？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。还没。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你会唱吗？你会啦。好。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青春在风中飘
着唱歌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跌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着你面临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世界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耶、yeah, 厉害哦四号。因为是副歌前后。我不太会唱。简单的小情歌，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。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，青春在风中飘着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跌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当奔跑。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。直到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，我会给你怀抱。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的，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。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，我也不会奔跑。最后谁也都苍老，写下我世界和青山交错的城堡。笑死啊，掉了。吕冠也把小情歌跟小情侣搞错。你怎么跟四号一样、好强哦，明明就差很多。耶、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那位准尊先生点的小情歌。对，小情歌耶、谢谢准尊的麦克风。下一个是一首极具挑战性的一首歌，还有加口白，极具挑战性的一首歌。我先擤个鼻涕。啊！好可怕哦！开始没什么特别，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。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，随便的敷衍。虽然看得出你的善良体贴，但绝对不敢动的那一类。还以为反正过了今天就不会再碰面。那时候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脚跌进爱的漩涡。好荒谬，关于故事的开头找不到线索，想不起来任何理由。戴眼星星病毒的你，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，怪你是抽奖抽中了才可以点歌，请待静待下一波抽奖。口白可以笑不要啊，明明就更帅但不上边，人人很有纷纷哑口无言，不停地追问你究竟喜欢他哪一点。
其实根本连我也百思不解，或是因为从不曾遇见，才会后面依然你清澈的双眼给贡献。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，怎么我察觉不太妥，一逃不掉制约的锁，总是动不动凭着性格又莫名欢乐，不安频频发作，属于女孩的寂寞。但愿清醒明悟的你，把我变得不像自己，越拖越严重，全身烫到不行，仿佛快窒息，脑袋宕机，睡一片空白，无能为力，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。哇，绝对不可能的啦，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已经喜欢上你了。病毒的你，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，越治疗越无药可救，真要命。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，每分每秒挥之不去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，魂不守舍，往东往西都怪你。啦啦啦啦，尴尬喽！谢谢玉超的玫瑰。噔噔噔，谢谢阿拉真情告白。哦耶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比一 T 有点多。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。好的，我们这首由艾拉点的《心情病毒》，下一首歌曲，请听《Only Today》。四号给分一下，十分啊！满分几分？一百分。满分十分。Your sex song。 这首歌有一年多了，一年多一咪。无论多危险，想抛开一切，到一次生动的海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先暂停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比的那首是跟我唱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哎，再给你们看一次，有个好笑的。你看，我刚讲，神同步，好，这不是重点，没事。我的侧脸。热咖啡放进外套口袋里面，握住它体会温暖的滋味，你会身上我们的世界。其实我不是不懂，你竟是他女朋友，纵容远你的冲动，请原谅我的不成熟。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有你，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。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，今天而已，只要有你，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吸引统统沉入海底。嘿嘿嘿，可能这里毛比较多。嗯，谢谢阿米的掌声鼓励。
等等等。你不用任何语言，静静的陪伴在身边，即使短短的一天，却比永远更像永远。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有你，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。仿佛过去连默契也一如往昔，今天而已，只要有你，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吸引统统沉入海底。都可以，只要有你，只要一起在海滩写彼此的名，把梦牢记看日落，然后我和你今天而已，只要有你，最后就让我带着专属的亲密，随着黎明回到朋友关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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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谢谢旅馆，谢谢准准的掌声鼓励，谢谢爱乐掌声鼓励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OK， 那我们的点歌结束，真是快速哎，不知不觉。あなたがいてくれたか。哎，最后一个什么忘记了，不知道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呼吸，好的，我们继续播我们的新年歌。没关系，来吧，结束了第一波抽奖。再来第二波，第二波要抽什么？第二波抽什么好嘞？啊，那我们下来第一个，哎、欸，我正想要表演这个东西，它广告出来。哦，我们下来为各位，我们下来为各位，我们下来，我们下来为各位准表，哦，我怎么一直卡住？我们现在第一个表演，第一个表演，我没有哭，我只是擤鼻涕。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表演，我们会请到 AKB48 TTP 郑嘉玉这位当红偶像来为我们表演这个很好、很精彩的表演。好，我们先请他准备一下。好，他今天要为我们表演的是《鼠来宝》耶、yeah! ！我啊，哦你哦，他你以为你要表演？吓死！我想说，我刚刚没有在听，幸好不是我。那你想要跟我一起鼠来宝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你会吗？我会加入。好，你先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第一个合作舞台，由道具组四号和布丁合作的《鼠来宝》。5678，1、2、3，鼠来宝，肉质劲，状态鼠来宝，厚实牛肉，红包加厚，黑胡椒酱，细葱贴酱，金黄薯饼，年年惊喜。耶，麦当劳金银招财鼠来宝，让您今年样样好。哒哒哒哒哒。然后我们鼠来宝表演完了，我是业配，谢谢阿米的掌声鼓励。
好了，我们不要再玩鼠来宝了，真的不是业配。如果麦当劳找我业配，我就吃饱。来看鼠来宝有没有什么鼠来宝，鼠来宝音乐，哦，鼠来宝音乐，酷哦。等一下哦，不是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表演就结束了，耶、yeah! ！你不是要讲笑话，你要准备你的笑话哦。是猜谜可以吗？都可以啊，我们下一个表演就是你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抽奖，一个表演。对啊，跟大家分享我吃鼠来宝的经验，大概是去年还前年，我就是他那个广告一出，然后我就超爱那个广告，然后就学会这个鼠来宝，然后就去朝圣，我就去买了一个来吃，就超大份，然后就是里面又有一大块肉，然后再加就是厚实牛肉，然后再加上金黄薯饼，就是整个超大块，然后我就，哦，这也是可以猜灯谜，不要。然后我那时候就吃不完，就是整个吃不完，就超大份，就是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吃到后面会有点腻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如果小鸟胃的话，可以跟朋友一起分享，这是我的小小经验。你以为是那个？QQ 恋恋好喝到没铺茶。好了，我们要进行第二波抽奖了。这一波抽奖要来抽什么呢？嗯，画画吗？你要画画哦。四号帮你画画。我管你啊。好，我们哦，那我们来抽出一位幸运的来宾。四号帮你画画。布丁帮你画啦，不是，大家喜欢布丁，不是，大家喜欢四号。我跟你讲，你看马上有人反应超大，他们超爱你的，超爆。你可以指定一个，假如说你要四号画一只鹿，然后他就会画一只鹿。三的倍数是什么？哦，你有在看、哦？有，我后来有。三的哦，三的倍数就是哦，我等一下跟你讲、哦，反正就是一个游戏，就是我们上次在玩类似那个数，只是排放，不是。哦，你说不能讲到三的倍数叫拍手？对，那个，那你很了，你是团康王。对啊，我是团康王。哦，大家喜欢说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重量级嘉宾加码，我们今天来加码一个特别奖。那我要去哪里画？你就找一张纸，然后你还可以借我画。哦 ，iPad， 我听到 iPad， 四号为你画。做一个，奖项做一个，你要五分钟哈。好，开启，四号为你画，抽爆，四号为你画哦，超级大奖，布丁画会变成猜谜。你看我画画吗？我画画超厉害的，真的吗？我会把老虎画成狮子，还狮子画成老虎。我可能把老虎画成老鼠。大家抽到不要难过，不要生气。他们很开心，他们最喜欢这种就是有艺术气息的画。抽起来，大家抽起来，抽爆！我们下一个节目是四号讲笑话，四号猜谜，四号讲猜谜。
讲猜谜是下一个节目。那在下一个节目呢？在下一个节目是布丁讲笑话，讲笑话。算了，布丁讲笑话不好笑。那魔术呢？魔术在后面一点，不要那么早。还是你也有魔术要变？哦，我没有。原来其实你有备而来，我偷准备，你有偷准备，我都不讲哦，我都讲哦。你可以变一个魔术，就是这样。等一下，画画就是魔术啊。猜不出来的魔术，好会哦！哎，我的红包真的卡住了，他不让我抽红包，我太难过了。他是那个什么，用到那个拼图验证就卡住了，太难过了。对，魔术要压轴，不能这么早就魔术，太早了，我们要放到最后压轴节目。还有2分40秒，大家。4号为你画，抽爆抽爆！你会饿吗？我吗？嗯，还好。你要吃了吗？看你啊。我不太饿。你这么不饿、啊，你这么……我中午他那个豆花太饱了。你中午吃很多，也还好，跟你吃一样多而已。挂包，对，一个。那你很小鸟胃耶？不是，很常吃那种珍珠芋圆的东西会胀气。我都不会，我好希望可以变成你这样，这样我就不会吃那么多，这样就会吃一堆胃药。然后就会很饿，然后你肠胃不好，啊、没谱。不是，我是整个卡在那边，他不让我滑。从上一次抽红包就这样。还有1分半，大家还有1分半。我真的是今天的鼻子真的是。别跑神神入心碎，多得到。Hello， 大家。福星高照，我是觉得我脏脏的，不送了。还有倒数1分钟，倒数1分钟，我们就要抽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奖项，也是大奖。加油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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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15秒钟，要进行我们第二波抽奖。究竟这位幸运的人，幸运的一位朋友，幸运的一位哦，出来了！这次得奖的是抽中4号为你画的这一位幸运的观众，恭喜得奖是蔡雅马旭旭！哦，你们看得到哦，你们看得到得奖名单哦。四号左右，你们看到这张名单啊？我一直以为你们看不懂哎、欸，那就不好玩了，讨厌！你要叫我一直以为你们看不懂，你要叫四号画什么？快点叫四号画什么？想要看什么？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他蓄势待发，大奖！对啊，我怎么可能会作弊？画，他要你画我。哦，好哦，应该没问题。我好紧张哦。
我真的是现在才知道哎、欸。你那台可以画吗？可以啊，好像不能画。好、啊，可以给你画。好，来吧。那就要帮你放歌吗？好啊。哎、欸，你看我平板里面都是这种文学的东西。哇哦！没有啦，因为这是学校的平板。是吗？对。自己来，加油！你要收集一到，我觉得有点难哦，就是可能就是不知道，有点困难。呜呜呜！你这音质有点差哎、欸。画布哎，OK， 画布丁是画物真的那种可以吃的布丁，还是我？确认一下，确认一下，蔡阿满讯讯，你要他画我还是吃的布丁？可以画素颜的样子吗？啊，不是擦不住哦，有擦吗？没有擦。哦，我画我画我，好，请开始你作画。OK， 加油加油！对啊，吃的太简单了，真是令人紧张，不知道会被画成什么样子。希望还是长得很好看，不要太丑。对，金龙咚锵咚锵，金龙咚锵咚锵。没有，他在看我的妆这样子，就没什么差。我昨天去理发厅，但是我没有剪刘海，因为我这个寒假想要当一个没有刘海的人。但是刚四号说他觉得我有刘海比较好，所以我又把刘海弄回来。你在观察我吗？对，我好紧张啊，好可怕哦，不要看我。那你昨天去变了什么发型？没有，只是洗头而已。哦。哦，你明天要去烫头发？对啊。我以前也有尝试，我也是妹妹头啊。我以前也有尝试过要留旁分，就不要刘海，就发现还是留刘海比较适合。哦，我是因为很多人都讲我不留海比较好看。哦、真的、哦？哎、可是我一开始也是被这样讲，然后我才去。有啊，我现在刘海会刺得很紧，我刚刚有卷，所以比较想去一点。你跟四号在同，你说要留刘海吗？就是我的旁分可能是那种比较，就是刘海式，到时候如果要留旁分，就是把它留长之类的。好，反正下一期用刘海。为什么要记得画鼻子？现在是选边站，就是，反正我今年不会变，都好看，谢谢。好看啦 ，Pouring Magic， 晚一点会有 Pouring Magic， 压轴节目，还有很紧张，怎样？你画是画烂了？没有，欸，我要跟大家讲我的新扑克牌，这是我的新扑克牌，今天特地带来，它的 Joker 超可爱，我的新扑克牌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影啊？你看到吗？酷欸，切割四号可以哦，我喜欢这个点子。啊，要切割吗？对啊，切割你。哦。什么？你要切割我？我以为是你要切割，要换歌。哦。你们在 KTV。切割。好好笑哦，切割！我真的是被笑死了，我真的是快要笑死了。他还有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哦。A A A 是这样，这是 A。
那是南瓜裤的南瓜裤版本，南瓜裤就是他穿的那个橘橘的裤子 Q， 然后 K 是这个，他在晒他的南瓜裤 K， 然后 Z， 然后就一二三四都是普通的，哦，可爱。好，好，我觉得我们开始抽，等一下的点趴点歌 Part Two， 我们来抽点歌 Part Two， 为你唱歌，为你唱歌 Part Two， 一样三个好了，一样五分钟都一样，开启。对啊，他画很认真，你是画的有点久，因为我很认真啊。哦，你在看直播上的我是吧？对。哦，那就，那就这样子咯。下一个为你唱歌，好紧张哦，觉得他可能还要画一段时间。芹菜啊，蛮迅迅等等。为你唱歌，为你唱歌。欸，我会有点饿了，一米米这样。所以你要吃饭了吗？你不会饿哦。就是还好啊。哦，我就是一点点嘴馋，嘴馋了，大家应该都吃饱，现在已经快九点了，现在已经快九点了，哎，今天时间其实是过蛮快的，不知不觉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剩大概十分钟，嗯，不要五分钟好了，剩十，现在还有23分钟，剩。8分钟的时候来变魔术，8分钟。这次的魔术也是扑克牌魔术，许久不见的魔术要登场了。我在喝太多水，什么啦？你扑什么扑？你在干嘛？我觉得你画的还好哎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我也觉得，好哦。什么大人的力量？我们好，还有2分50秒，有吗？平常尾牙，我们哎，我上次尾牙吃到几点啊？我记得吃到蛮晚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加码抽奖，然后就一直加，一直加，然后就一直抽，一直抽。而且我们上次吃的还不错，上次吃巴菲，就好了，然后很多好吃的东西。哦，对，这是有点超级萌新，还没看过布丁魔术的举手。我刚刚已经就是有稍微的练习过了，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也是有魔术助手，也是同样同一位人4号。好了。需要讲一下、啊，好可爱哦、喔！需要讲一下设计理念吗？你画这个让我想起，好像就是你的画画风格就是真的吗？就是小时候可能有看过，就是一直是没有进步吗？小时候到现在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哦，姐姐画画好像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他完成了，他完成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你要不要签个名？签个哎呦，你签啊，你签你的，你签你的。就你要签名，他已经画好，我觉得其实蛮可爱的，这是包啦，是包，就是还一直一如既往的可爱，没有把我画得很可怕，还不错这样子，对，四号纸笔，还有1分钟抽奖。1分钟，
我签一个字就好了，签我的姓。哇，那你写那个什么？To 蔡亚马逊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你找蔡亚马逊，赶快留言，让那个四号看一下怎么写。蔡亚马逊去，蔡亚马逊去。哦，对，明天有 Live Asia 超级周末现场，请记得准时收看哦。有布丁，就是16位选拔成员上台。土签猜要超转超转超转的，真的是一个大奖大奖，有没有？你有看到的吼？有的，大奖哎、欸，今天最大奖。哦，很会说话哎、欸，咪手很会说呢、欸。还有10秒，还有10秒，准备开奖哦！垃圾车都来了，什么垃圾车？哦，这是中奖的，第一位是洛丽夏，第二位是艾拉，第三位是阿米，居然两位重复中奖了，真的是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好运来，都 all in 了，没扑，居然两位有重复中奖，真是太强了，朝圣朝圣，汤仔汤仔汤仔，恭喜洛，对，你被换掉了，捐出来，捐出来，捐出来。好，你们可以开始点歌了，赶快点歌点起来，点点点。Miso 的枫叶还在一直中，真的有点荡哎、欸。怎么改落了？11月的脚链，哈，可是我不会唱日文版，我只会唱さよなら你こんにちは。组委没有组委啊，今天组委不在，要加码什么？你要加码什么？你们要加码什么啦？啾啾啾，好，啾啾啾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上次也说要唱啾啾啾，可是就是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，没有音档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没有音档，没谱。啊，有中文版。你说我们的中文版、喔，可是我现在没有音档。什么？有、喔？我等下找找。我等等找找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嗯？有吗 ？YouTube 有吗？啊、好啦。笑啥、啊？不会签名改成签名。四号，好了，我们要公布。对啊，你们的枫叶都还在跳，什么慌了？我们要公布这个蔡亚马逊逊的奖项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对对对对对 ，YouTube 要有，不然我没有办法播。看得到吗？噔噔噔。To 蔡亚马逊来，请说明的设计理念。这是有设计理念的，就是下面的布丁的部分是布丁的帽子，嗯、就是呢，他戴着一个布丁的帽子，然后下面就是他本人，对，就这样结束。反了，不好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个布丁上面还有焦糖，是好吃的那一种。哦，是好吃的，蛮难吃的、哦。哎，我觉得你的画的蛮特别，就是我通常那个焦糖都会很有规律，嗯、但是你画的很哦，就是有留下来的那种感觉，有流动感，有现实的感觉。对。那、啊、你为什么腮红一边？那应该是就没有点好。然后刘海就是妹妹头嘛，是，然后头发是比较偏长直发，比较没有烫卷的部分，黑长直的部分，对，黑长直，所以嗯，大概设计概念就是这样，哦、非常非常的厉害耶，这个，耶、yeah, ，谢谢，然后这里还有四号的签名，真的有人说很像小红豆画风，真的蛮像小红豆的耶，小红豆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卡通啊，时代的眼泪。我找给你看，我找给你看。好，你找给我看。
还有四号签名 ，To 蔡雅满萱萱，在这个教堂。哦，是不是？好像有看过了。我说看过图片，没有看过电视。真的是时代眼泪，恭喜恭喜蔡雅满萱萱，恭喜蔡雅满萱萱。有小红豆，我真的没看过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看过。真的不知道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恭喜蔡雅满萱萱。然后我们刚刚的歌曲的部分，哪个叔叔？嗯，在干嘛？没有，刚看他好像闪掉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闪掉。对，我没有要装的啊，我这真的是不是我的年代吼。所以你小时候看过？没有，我也是看过图片而已。哦。没办法，我需要有音，我会走音。Sorry 啦。重点是我就不会唱日文。哎、欸，我完蛋西瓜什么？あなたの彼女に什么なれますか？什么？我不会唱日文欸。现在蔡雅满萱萱紫蒲的守护灵，当你好好都对，真的假的？可我只会唱微部分。好，那如果你可以接受我乱唱的话，什么歌名？可以做你的女友吗？当你，你要播？没有啊，你播。我以为我暂停让你播。谢谢。你会唱当你吗？会。副歌。嗯。其实我也不会唱前面。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。啊，我都播了。最原始的我。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？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，不能再和你相约，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哦。如果有一天梦想都实现，回忆都成了永远，你是否还会记得今天？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，原来什么都可以，我们是否还会停留在这里？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好自然，我当你的眼睛眯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
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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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的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耶、yeah, ！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哈哈哈哈哈！对呢。用卡不明。好了。那个什么？现在问是谁啊？是谁？艾拉还是阿米？艾拉。啊！我好像不会唱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理想情人，你会唱吗？我也不会。不是啊，我们不是同一个年代的。穿上洋装，看着手表。阿米要修炼爱情好。我不会嘞，没谱。我会唱年轮说，我会唱雨爱，不知道会不会唱。换了新唇膏，把头发弄好，要你看到我的好。爱了。喜欢看你走路充满自信，说话时候你的专注眼神，温柔的表情，笑容里的天真。布丁啊，哎，那叫什么啊？忘记那首是什么了。那个 Maple 好 Maple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好，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紧紧拥抱爱的面孔，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是不是我错了，搞错了，误会了，雨下着，你望着，你走了，我回不去了，像从前快乐。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怎么看你笑着我却心如刀割，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都绝口不提要幸福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。迈步还没，我们怀念什么？失去爱那一刻才晓得感恩，感恩的心。
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，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，怎么了你怎么了唱歌。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，看过你今天无法爱的面孔，怎么了你消失了，是不是我错了搞错了，或者就越痛着越淡越好了，要比我快乐，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我最爱的遇见更爱你的飞翔着我快要不能呼吸了我不想，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，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，太努力的我们最后用力给祝福，还在打喷嚏，我没有哭，我只是莫名。原来我们都一样顽固，怎么会谁的借口不提要幸福？来了，再也不能牵着你走未来每步。失去爱那一刻。才晓得没谱。好了，我们唱完没谱。哎，我发现已经要直播结束了，怎么那么快啊？我怎么觉得我才刚开始？没关系，我们下一次还有春酒。我们还有春酒。下一首歌，我刚刚是什么忘记了？那个啊，修炼爱情。我要讲一个笑话。哦，抢红包哦，我还是不能用哦，好崩溃哦。哦，现在接下来是那个，所以也是，我们今天要来。接个下一个节目是布丁讲笑话，布丁讲笑话时间。有一天有一个国王跟奴隶，然后那个国王就觉得好饿哦，就是他想要吃蛋，然后他就叫他的奴隶去煎蛋，然后那个奴隶就想了一下，然后就跟那个国王说。就是抱歉，不行哦，国王，因为我们这些奴隶不简单，我们这些奴隶不简单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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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你笑了，你笑了，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。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，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学会找到月亮，依然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
我的脸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我真的，哇，好想打喷嚏哦！我真的不行了。找到原来没有到哦，我们不可能模仿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项恋去养一身伤，别假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哇哇哦！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原谅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讲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，别再想不了这样。哇，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我觉得啊，我今天状况实在是太差了，我今天是鼻子坏掉。点卡。你们会卡吗？哦，好像不卡了。刚网路跑不动。现在有了吗？现在应该有了吧？啊，怎么一直？好了好了，等一下你也会唱哦？会啊，我高中的时候还学这首歌。哦，那你唱了，来，道具组织号的表演。In the jungle, the mighty jungle, the lion sing tonight.我觉得像范文版哦，那你唱范文版，有范文版吗？有啊，我帮你找。哇哇，怎么哪一个啊？认这个是吗？不是吧？不是英文版，它是升级享受零广告的观影体验，马上免费试用 YouTube Premium。不是法国朋友，他只是学过法文。哎，你法文是很厉害是不是？
这里是怎样？我怎么特别不会？教我。刷就是今晚的意思。说实话啊 Wing for wa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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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跟英文的应该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吗？你说旋律一样的，差不多啊，好像就没了，那么快、啊？我记得它蛮短的。你要教学？你忘了？我忘了。有点久了，高中有点久了吧？是吧？是。好，我觉得我们要来那个变、魔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今天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下次的春酒在，我们下次的春酒再玩个尽兴。我们今天。实在是有点不堪负荷，今天真的是不太能，不太好这样子。好的，我看一下齁，我们要变魔术了，我来看一下魔术音乐，超好听的魔术音乐，魔术还好音乐，对啊，不行哦，借我桌椅，好，噗噗卡子噗噗卡子，哇哦。哇，这里不老配置，你刚刚借我的村庄，我的 Coin Master 村庄，压轴魔术时间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压轴的节目，布丁变魔术，哇！好的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右边的朋友，左边的朋友。包含多多见谅，既然变魔术，我把刘海拨开好了，看起来比较光明。因为有一阵子没变魔术了，希望大家多多包涵，但应该是不会失败啦，就是希望是可以成功的这样子。那我们要给自己信心，先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。好的，
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两叠牌，然后这叠牌呢，它总共有12张，然后这剩下的牌就先不用动。好的，那我现在问一下我们先请我们魔术助手出场。Hello， 魔术助手。嗨，你好。很高兴今天能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魔术。那我们在变魔术之前，先问你几个问题哈。好。就是你会玩牌吗？会。那你知道什么是胚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两张一样的。哦，对，你非常的聪明，我就是需要你这种聪明的魔术助手来帮助我们魔术才会成功。好，既然你知道什么是胚，那我们就来问你一下。好，这两张是胚吗？不是，对，这两张不是胚。那我们这里总共12张牌，所以会有6对胚。好的。那这一对，第二对是胚吗？不是，对，不是。那第三对是胚吗？不是。第四对是胚吗？不是。第五对是胚吗？不是。怎么都不是。第六对是胚吗？不是。那如果有两个布丁狗是胚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，对，就是这六对都不是胚。好，我们把这一叠牌放到这叠原本的牌里面。来，魔术助手，手伸出来。来，手来了。来，需要借魔术助手的小手说，可以进来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还要移椅子。好，来，你移动一下。我移动一下。来，我们把这叠牌呢放到魔术小助手手里。来，另外一只手借我，帮我把它握住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来做一些小小的技巧了。刚刚的六对牌里，它成双成对，让你新年过得圆满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来握手一下，握手握手，握手，需要合照吗？需要合照，合照，耶、yeah! ！好了，这个我们这副牌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刚刚都不是成对的牌呢，现在即将要成为胚。好，哇，对，再来第二对，哇，第三对。第四对，第五对，第六对，哇！谢谢大家，好强哦 ！Pulling Magic 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对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我不行了，大家。我快要鼻子快爆了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尾牙就先到这里，今天还不够尽兴，我们可以下一次的春酒再更尽兴一点，再更精彩的下次再来。我今天真的是快要爆掉了。有卡哦，真的假的？刚刚有卡吗？变完魔术刘海变回来。哇，变魔术我的刘海变回来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。我们先来念一下今天的榜，我一起念。好的。首先第十名是咪甲，咪甲，耶。第九名是玉昌，玉昌。第八名是蔡雅马旭旭，蔡雅马旭旭。第七名是小千，小千。第六名是落日一下，落下，耶。第五名是 Miso， Miso。第四名是茄子。第三名是艾拉，艾拉。第二名是 Ben。第一名是准准。好的，那就是今天的直播啦。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，今天的尾牙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。下次的春酒见，虽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待定，待定春酒时间待定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今天本丸没来哦，没哭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晚安，Ben爸爸晚安。
你很开心吗，茄子？拜拜，茄子。拜拜拜拜 ，miso， 拜拜柠檬，拜拜雷宽。准，我看到了准。什么准？他说我没有念他的名字。哦，再念一次。准，拜拜拜拜，祝你有个好梦哦。拜拜雷宽，拜拜安啦，拜拜阿 K， 拜拜小易。我跳掉了。中日一笑是谁啦？拜拜中日一笑。拜拜蔡雅逊逊，拜拜泡芙大叔，拜拜九段春九不应该是不会，拜拜安堂，拜拜小易，拜拜蘑菇，拜拜游戏 hero， 拜拜拜拜安啦，哎，念过了吗？有种嘲讽感吼，没有没有吼，人家很真心哎、欸，对啊，拜拜准准，中日一笑是谁？谁是中日总啊？拜拜，谁是东人？你知道吗？打棒球的吗？嗯，有听起来蛮像。拜拜，拜拜，鳄鱼，拜拜。